白静，白静，王凡，白静，拉住我，白秘书，你的东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明天见，再见。这次是真的在家。一纸证明，监视人竟然签字同意我离职了。是，是官方要了啊！白静，白静，有人吗？白静，你怎么了？有人吗？白静，救命啊！现在小区一号二楼发生电梯事故，请马上出警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好不容易刚刚离职成功了。常遇到电梯事故，白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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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凡，白静，拉住我，拉住我，快，快。踩着我的背，上去，快！我拉你上来。我已经叫消防车了，一会儿就过来了。病人的情况还不稳定，就看这几天能不能醒过来吧。你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老白，我没想到你会为了救我，一定很疼吧？对不起，老板。只要我不上传离职证明，循环就能继续。过了十二点，你就会重新好起来的。成功上传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会呢？我明明没有上传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上传了离职证明，循环就会解除。你怎么好起来？对不起，老板。抱歉，病人探望时间已到，他需要休息了。
一切都结束了。白静，别离开我。白静，金山竟然是这么好的人，是我错怪他。村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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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是医院通知人买了吧？村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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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村。喂。早上，白秘书。老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。我通知了各部门提前半小时开会，15分钟之内到交疗效结果。早餐要2份，创意园区。停！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今天几号？你是秘书还是我是秘书？赶紧！好手好脚，气色红润，真的没事。开门。哦，好。好了，老板。老板，袖扣掉了。一模一样。没胃口，不想吃了。电梯，老板，电梯坏了，还是走楼梯吧。哎，我已经在车上了。好，哎，马上马上啊！不是坏了吗？让开。怎么回事？还是走楼梯吧。